你懂什么？神医谷至宝阴阳册，能治天下一切气症顽疾。当年荣炫病入膏肓，心脉寸断，岳父儿都能把他救活。我的毛病也可以，一定可以。好吧，你说是便是吧。君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你开心便好。你，我和你一个死人废什么话？老鬼不帮我，天帮我，没有他，我一样可以打开武库。可惜，你们看不到我站起来之后，顶天立地。